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尊贵的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全球首座疯狂动物城主题园区的盛大开幕的现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与前来欢庆疯狂动物城主题园区盛大开园的荣誉居民们一一见面。非常高兴有这么多的客人来到我们这个哺乳动物大世界。是的，老大，希望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爱上这里。第一次来到这里肯定是很激动的，然后我也觉得自己踏上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都市会。我和我的羚羊朋友，我们都在努力地打破着外在的一切束缚。像夏奇羊一样，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传递的是力量。我当然最喜欢的尼克，幽默风趣，还有一点小坏啊，另一次他带着善良的心。看到我们的疯狂动物城还原的那么的真实有趣味，期待大家玩得开心，大家可以一起来到城中感受趣味和美好。我们知道上海迪士尼在园区里面所有的项目包括疯狂动物城都提供了无障碍的设施，也致力于在园区内外进行手语的使用和普及。我曾经在球场上是一个门将，也很荣幸可以成为疯狂动物城的一名地保护员。哦，我感觉我是比较符合这里的大型动物的这个形象，比如水牛局长。啊，就觉得那个电影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场景一比一的就还原了。那个我喜欢那个豹子警官，就希望大家能来感受一下吧。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今天能跟尼克一起，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尼克，然后我觉得尼克是一个非常纯真、非常善良，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完成自己的儿时梦想的这么一个人。今天能够走在朱迪的身边，我感觉特别的开心，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然后朱迪今天超帅的，而且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动物城站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电影里面朱迪第一次踏进这座城梦开始的地方。希望来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城里面，找寻到自己的那一份无限可能。